今天也有一批小猪仔要卖了。多几张了，刚好三个了。我猪都没吐了，你看一手抓的这个。往哪去？老鼠装的房子。还存一个吧，那都没装。算了。哎呀妈，这鸡上个点汗，这你久了还存一个。行，存个吧，存两个。去你那边。去皮子。那嘛子皮皮的。刚好100斤。三个猪仔100斤。来了。全部卖给一个买主了。187。这三都是大一点。那肯定啊，这样抬起来不动。120多斤。还有啊。127。抓完了。11个，11头。讲。总共多少斤？5136，好听吧？5130。5150块钱啊。你这老太婆数钱，你就有钱了，你走时就不得钱。笑死了，你看。快来呀！我这边呢，我今天在那，这外面没得吃。